看，迷你世界主界面左下角有一个雪人，这个雪人是用主界面天空中飘洒的雪花堆成的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雪人它不普通，它拥有生命，它还可以自由活动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也见过这张主界面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主界面中的所有人物都非常的诡异。比如说这个弥斯拉，他居然进化出了鹿角，而且他的眼睛还变成了纯黑色。但是我和学姐发现，游戏中的弥斯拉就是正常的，他是没有鹿角的，并且弥斯拉的眼睛是三种颜色，非常的奇怪。并且我和学姐还发现，这个雪人它其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，它是由火鸡专家托克堆成的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火鸡专家托克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火鸡专家托克把雪人堆好了以后，就放在了主界面的左下角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这个雪人它是有一个名字的，它的名字叫做雪灵，在它的身上会散发着雪花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静止的时候，我们在雪灵的身上就可以看到雪花。但是我们发现主界面中的这个雪人在静止状态下，它的身体周围居然也散发着雪花。所以说这个雪人它其实就是雪灵，而雪灵拥有生命，那么这个雪人很显然一见，它也拥有生命，你们知道了吗？